你甲生活，一个囡仔出世，你甲你甲分来饲，啊出世的时候你就甲伊教育，分的啦吼，啊你个教育啊，你就甲伊生，甲老爸同姓嘛，你叫什么名？啊你是安怎出世的了？啊当年你妈妈啊是怀胎吼，啊你出世的时候，甲你描述一寡过程，过程你敢有法度纠正？无法度纠正，啊所无法度纠正。
全世界两百个国家呢，
他排名有十几名啊，咱有算到一半哦，幸福指数是十半哦，一种哦，一种哦，所以咱爱有深深度了解，较知影哦。啊，而且要看这个进程哦，我想要来上半未来看咱的啊，这个结果哦，咱来看下哦。那个，陈哥到最后吗？丹麦那边的。 咱毋捌去人因的生活，去住，住咧因的厝内去生活，恁有知影人的水准较偌悬吼？啊，咱当然咱会感觉讲，啊，伫台湾咱就袂歹啊，吼、哦。但是咱钓较好，咱台湾较好咧。即马下当较好，我较好，这是件一项代志尔吼。上歹严重的是讲，咱的囝仔孙孙，咱若无对咱的历史足清楚，咱这个民族会叫消灭掉。 一个民族要消灭一个民族，你无感觉？伊用真侪办法，就是要甲你消灭。来，我甲你讲，即摆中国人，因即摆是叫做民族斗争。中国因即摆目前因面对足济的即个民族种族啦，应该叫种族啦，用民族吼，这是较划种族。中国因即摆有种族吼，种族的即个斗争足严重的，尤其对于这什么？ 新疆啦，吼，西藏啦，蒙古遮啦，吼，这拢是因即摆大家拢听伊话呢，啊，伊话呢，啊，伊即摆，因是中国人哦，即摆中国人是中国人，中国人咱讲汉民族对无？汉民族无去啊，啊，伊讲咱拢是汉人，伊拢咧甲咱骗的啦，吼，啊，我咧骗，等下可能会讲着吼。伊即摆中国人，伊即摆中国人统治者是北方的民族。 北方民族，对无？北方民族就是为清朝开始嘛，啊，清朝咧统治中原，啊，因为统治中原的时阵吼，即中国的伊即摆学就是咱讲河洛语嘛，啊，河洛语即摆学，啊，你看人家变做四音哦，为八音变做四音，即中原话吼，迄种种嘛八音哦，足侪音的吼，啊，所以就甲变做四音，才为着方便统治，啊，所以你即摆啊，即文化伊改过了的时阵吼。 即个即个做即个中原的居民吼，中原人吼，就伫咧消失，啊，有诶吼，伫咧走伊即个南平，人讲逃命嘛吼，来南平，啊，叫来即个东沿海的时阵吼，遐有足侪像即摆客人，吼，啊，即个广东人遐，遐足侪拢是啊做河洛人，但是吼，伊讲伫台湾的河洛人嘛，甲伊讲同种族同文啊，结果吼，台湾人够衰。 啊，够衰！都电信讲的时代，伊都来台湾，为着要统治咱遮的，咱叫番啊。啊，爸母啊，你讲来讲来番啊，你也讲很荣幸的番啊，啥意思？原住民嘛，我原来我是土地，我本来就是以以我为主的吼，所以要有一个咱讲的一个荣耀感。哦，唔是番啊，就无好。较早咱是讲对番啊是无好的称呼，其实番啊是咱的。 被原本的正的种族，伫迄当年电信讲的未来台湾的进程，台湾人也无拢咧讲中国话啦，台湾人也无拢咧信中国姓啊，他也你姓伊，我姓王，伊姓张，彼当时无咧，啊那为电信讲了才开始有姓，啊这姓是安怎来？嗯，啊都电信讲就是为着要甲你算，甲你教汉文，叫汉文，那叫汉文嘛。 啊，教汉学，啊，你即马，你即马是原住民呢？你是平埔的原住民呢？啊，我变来甲你称呼，变来甲你号名，哦，啊，当然可能用你，迄当时咱湖南唔知啦，我较早来讲人去去户政事务所登记，啊，登记啥物名？啊，因为咱较早真较好，袂记得饲袂好，饲啊，是爸母啊，无读书，啊，咱个户名都记晒，有无？啊，即其实你啥物名就记晒嘛，真个笑。哦，即你去户口，你甲揣，足侪拢即种个啦。 乱写足济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伫电视讲是安怎写呢？啊，无你叫啥物名？安尼你无你啊做，你敢知你的爸母名？你毋知啦吼？无、哦、我
假设啦吼，啊无你叫你叫阿里不达咧吼，无咱咱无啦阿里不达迄是名尔啦，迄毋是甲咱即款阿里不达啦吼。啊你阿里不达，啊无你姓阿，安尼就唔使嘛，啊无安尼尔，啊无我要咱树立姓。所以地心讲甲咱的老百姓哦，迄当阵的爸母啊，咱的原住民。啊，就甲你教化，啊，甲你互你读汉语，啊，而且做工暗时啊，然后读去读暗语啊，哦，啊来开始咧，我就甲你学一个名，你叫素姓。所以尾啊，咱这台湾人，哦，咱这平埔啊，也是讲这原住民，啊，就真感恩地心公，啊，互我有名姓。诶，伊叫啥物？地心公叫咧郭姓爷。有无？即个嘛叫雕牌尔，无姓名啊。啊，因为咱后代的子孙，咱都唔知影哦，原来国姓爷这个地心公伊是外国人。啊，因为咱今仔日咱今仔日名，咱今仔日姓，唔是为中国传来，是我的名。啊，迄当阵伊都唔知咱何就呾输我的名，输我的姓。了的时，咱就感谢讲你互我有名有姓，伊就甲你教育嘛。啊，了的时就甲尊称做国姓爷，哦，你知影无？其他的事就是拢安尼来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即个拢无多联系中国，啊，我讲讲大多数啦吼，我唔敢讲全部，99%，诶，咱的这个，咱的做台湾的岛民，拢无多，你讲要去追，要讲去追祖父，我唔会作死的，你追祖父，啊，你到有祖父无？有无？有迄种讲祖父对无吼？啊，你去查，你有法度把你的一代一代甲填啊足清楚，真少。啊，过来，我去讲一下吼。咱原住民当然大多数袂包装。啊，我唔是讲中国人就袂当做你的祖先嘛，因为你即马落去有诶是伊迄种落来啊，即无算唔好，吼、哦、无算唔好。重点是讲咱爱了解咱过去台湾诶文化、台湾历史，咱才会去甲咱诶子孙教育互对，毋通过伊毋对去，毋对去吼，咱永远就是一个拢无一个文化无根，吼、哦、无根啦、啊。啊，有根就是随着人，随着人要安怎就安怎。哦，咱即摆台湾的大多数拢是安尼吼。所以，互大家看这吼，是讲，伫人因这个国家吼，因、哦、这个国家内底，因会当讲非常繁荣享受吼。因、哦、这个国家内底，哦，这个干净啦、美丽啦、幸福啦、这个福利啦，什么拢足好个。哦，即摆咱是足幸福的，一个生活。过来看卖。哦，第二名，这是，这个也做挪威，非常干净的国家，哦，这收入拢真高哈，这是什么？瑞士，好咩？还是哦，哎，啊，我查到还是挪威啦，这个这就是也做，哎，好的。瑞士，哦，即嘛足水个吼，哦，即咱台湾啦，伊咱台湾那边嘛，即嘛足水个，即嘛是咱伫即70年来咱无进步啦，哦，自日本统治了个时阵，中国内无进步，建设个即个美感啦吼，咱个美丽都市嘛吼，即美感无进步啦，哦，你来看原本即是台地就即是水个吼，我要特别看是。你了解讲，咱未来有可能变作世界上名的国家，这是咱要追求的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咱幸福，甲等下我来讲一下吼。来，我们回到前面好吗？学家啊，伊连证明旧石器时代，所以旧石器就是甲因即个讲因北京有用迄一挂石头啊，遐武器啊吼，啊甲咱这个时代同款，但是咱这是已经一万年至两万年啊，吼啊甲中国讲5000年啊，到底啊怎叫我唔知影，但这是咱这个即个考古学家吼、哦，所以所存，即、這个咱过去啊，即、這个甲你倒来吼、哦，你想即种肥啊吼，即种肥啊制作。这个中国拢无同款嘛，哦，无同款，所以旧石器时代甲新石器时代，
吼，啊，到即马即个即啊啊问题吼，即较尾啊，较尾老吼。我讲尾老，你听无？因为我较早听我爸讲啊，机尾老，也就后来啦，后来的意思啦，啊。来，即个要甲大家讲吼，讲为啥物？咱唔好想讲咱的祖先是从中国来，为即、這个。哈，为这来甲看就看出来吼，即吼太平洋构树扩展，南岛祖先从台湾啊出发，散布出去。台湾看这考古学家讲，咱有两万年啊左右历史。伫最近啊，最近咱这个也做啊考古学家呢，因为这个构树啊来去了解，证明讲咱即马咱大诶，这个也做太平洋。大洋洲这的都是，也这也做原住民当中为台湾拖出去的，啊怎拖出去的？哦，来看这样树啊，哦，我唔知这样树才伟大，这是咱岛的出名景点拢有啊，这啥物树啊？大家知无？故事知影无？唔知吼？哦，讲萝卜树知无？知。哦，哎，知啦吼，这就是萝卜树啦。啊，为萝卜树，竟然会知讲，咱的祖先，伫。人讲南岛彝族，较早咱咧想讲哦，南岛彝族听讲是为非洲啊搬为即个东南亚，为东南亚调来台湾吼。较早咱咧想法是安尼吼，啊竟然讲唔是啦，哦唔是，南岛彝族竟是为台湾出去的。啊有人说吼，你就是讲，啊即摆讲师可能拢安尼为着要讲拢台湾好，啊拢穿凿附会，吼、哦、这唔是啊，即款这是人的报道吼、哦，这是人的报道吼，我、哦、是为遐吹出来吼。哦啊，以下内容哈，台湾是南岛彝族原乡，再度找到一个有力的支持。台湾大学森林环资系啊，以这个智力就是智力，就是咱这个咱即摆这 TPP 哈，这个经合会哈，诶，以咱这个美洲南方就智力嘛哈，啊，共组的一个团队分析太平洋岛湖的差不多600种的构树啊。萝卜树，啊，萝卜树是啊，咱要证明，有法度证明是咱台湾人拖出去的，吼、哦，咱来看一张。哇，啊，咱讲师搞早哩，啊，看唔到张片，好，啊，咱如果你遮要紧，啊，我从头过来讲吼，原来嘛吼，我这个故事安尼个吼，伊伫台湾有。伊即叫 DNA 嘛，哦 ，DNA 你知影吼？啊 ，DNA 伫台湾吼，伊萝卜树公的较母的，吼公的较母的。啊，公的伊是一个型，啊母的一个型。啊，公的较母的生起来佫另外一个型，哦，即血裔嘛吼，来即 DNA 来甲看。啊，伫即个公的较母的生的一个型，啊，即、這个型佫再拖落去一个型，哦，已经出现一个型，即、這个型。竟然伫其他咱这个吼，这个叫做太平洋吼，这个太平洋岛湖，即个都是内底竟然有迄、那个，这个碳，迄、那个啊，迄、那个碳，迄、那个生出来会走去啊安尼，啊是安怎去的？因为你若讲迄个叫做迄、那个，伊讲这个这种物件无法度靠鸟类，吼、哦，无法度靠鸟类来碳的物件无法度。伫这个太平洋内底有这个构树，原来都是咱的祖先。啊，因为这个构树啥会互伊炸去迄个其他的所在？这构树会当啥饲猪，吼会当饲猪，会当互精神啊食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构树的树皮，咱叫萝卜树的这个皮，伊的丝状软的，啊堆堆的细细个清奇花搭吼，啊就怎么做三千？所以因。伊高山时代，因当然无咱种来播，啊，因了出去的时阵，就炸这去，啊，甲臭臭种起来，啊，等下大丛，伊阁真好大吼，大丛的时阵，听我提来，哦，饲猪，啊，饲金丝，啊，过来呢，这皮就听来做塑衫，哦，啊，所以要出门的时阵，伊就炸这出，炸去到南洋，啊，南洋哦，伊种炸起的时阵，这是用臭的，不是用经济的，用臭的，啊，这个去到所在，伊臭的了的时阵，伊就会当。来度因的这个生活吼，因饲的猪、饲的啊，即个精神，因都我都食迄个当大啊吼，啊，所以因要出去炸这个树啊花，啊，记得特别差。
哦啊，所以遐个树啊，都唔是是伫这个甲迄个诶，这公诶甲母诶交配诶后代，走去甲这个其他诶都市啊，伫遐吼繁衍，伫遐繁衍啊，迄个所在，因无像咱台湾这个所在，就是为咱这发展了，才扎出去。无，即伊迄种是乙型诶啦，乙型诶无经过两型诶交配就无乙型诶了，对啦。啊，因为伫台湾有交配了，才提出你种诶。所以足清楚是为台湾传出去，吼、哦！啊，因只岛屿的，因只人民甲台湾人吼，拢有这个也做咧，这血缘上的关系，吼、哦！因这个这个也做像我一边，我有一个外劳吼、哦，外劳啊，我想，我感觉因外劳足济，你讲的声音吼，甲咱台语要共款啊，吼、哦，台语要共款啊，啊，我讲，这个目睭。诶、欸，我问讲，啊，你目睭安尼讲别人嘛，别人边啊吼，伊讲慢慢吼，就是目啊慢吼，甲类似这个音啦吼，即款拢有甲咱这南岛吼，南岛语系拢有关联的吼。所以为这来证明，包括吼、啊、这个越南，包括泰国，包括这个啊这个纽西兰，遮拢有伊个遮传出去，吼、啊，这个痕迹啦吼。啊来，请问大家，咱目前咱的原住民有几族？十五？二十四族。哦，安尼我目标够强一点。你算讲上优秀，我即阵来讲到九族。吼、哦，你看这个几族？哦，即咱即个看到吼，北兰啦、少族啦、阿美族，今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。啊，这十二，而且是啊十二组，哦啊，其实吼、哦，伊无加到加到另外几啊组，就是咱平埔组，咱平埔组拢讲加加嘛七八组以上对哦，哦七八组以上，所以伊即摆讲原住民这是唔对的，原住民爱包括平埔组，啊因为平埔组伫我有讲伫电信讲落来的时阵开始汉化，啊汉化了的时阵吼，这平埔组全变，伊是原住民，啊但是汉化。穿人的酒，穿人的衫了，是说变外国人去。吼、哦、啊，其实你若以这个会员来讲，咱这平埔族拢是原住民。嘿、欸、啊，所以我拢无承认讲我毋是原住民啦。我若讲我拢原住民，啊，我阿嬷吼，即平埔族的，啊，我阿嬷伊较早，我听我妈妈讲啊，讲伊的部分拢大家喙齿拢乌的，乌过金。嘿、欸，我阿嬷，所以南岛彝族的女性拢有咧做。啊、所以你来看吼、哦，马来西亚有一个叫槟城，哦，槟城叫啥？叫槟榔，槟榔，哦，槟城吼，所以讲大家看下对吗？哦，来，咱来讲汉族，哦，台湾族民，啊，你到底是啥物人？吼、哦，咱即摆分到清楚来，汉族咱必须你讲啊，即摆就无汉族啦，汉族。啊，咱台湾人讲汉族，我头有讲，阿强的伊叫做种族是嘛？斗争，种族斗争吼，对这汉族拢伫滴滴，你要讲啊做追杀，我唔敢讲啦吼。但是自古以来，一寡逃到南方的拢是北方有吼，北方较早叫做匈奴，吼、哦，遐个伫南侵，啊，所以较早中原人吼伫往南边北，往南边走。甲即马，甲即马来讲，伫中国内底无迄汉族啦，哦，即无汉族啊，因为即马就是北方人咧统治嘛。啊，即马吼，台湾人讲较衰，伊拢甲你讲，啊，你台湾人就是汉族。啊，结果是电信公开始当分，哦，因为咱受教育的关系，所以讲咱是汉族，其实咱毋是汉族，哦。咱是正港的台湾原住民啦，吼、哦，台湾原住民，哎、欸，所以即头个即有讲到吼，南岛彝族啦，吼、哦。这里好，哎，啊，直接我要讲就讲，这是咱的历史，啊，历史吼、哦，咱一定爱记。来遮就是要予咱了解咱的历史，予咱莫去认贼作伴，吼、哦，咱来作清楚的。啊，我为啥物讲历史吼？我来讲着阮厝，阮厝土石流，你知影吼？土石流这种话吼，小林村有无？为咩村？因为小林村袂着啥物人，你知影？正平埔族。
小林村内底有迄平埔族的文化，迄个叫博物馆。平埔族麦村哦，跟麦川，马英九就一礼拜啦，无啥物反，无啥物回应。哦，伊拢无啥回应，为啥物？消灭汉族啊，这是汉族的语，这嘛不是汉族啦，这是用汉族的语言伫讲话遮个人啊。哦，啊，因为伊有留着汉族的生活。哦，啊，所以这汉族消灭的时阵，马英九伊并无在第一时间就赶快去赈灾，哦，无啦，哦，伊是经过人，有个人骂，有人讲了的时，伊才去。啊，去的时，你当时咱有讲着美国人伊的时就输，怎直接就入来，哦，要入来救灾，啊，结果马英九先生讲，咱无，伊当意思讲无必要，哦，无需要伊来咱救灾的。但是美国无，因为卖英九讲无需要，因就无叫伊嘛赶快入来，哦，赶快入来。这为啥物？这是政治的原因，哦，这另外再搁讲咧吼。啊，阮当初就留，我讲历史一定爱记载，历史一定爱清楚，历史袂使作假，哦。阮厝初就伫这个921，所以咪911啦吼，只要大家知吼，美国的代志吼，921会过当年，哦。会过当年的四月，啊，阮厝遐，诶，一栋电话啦，就阮厝阮的邻居，敲电话讲，你还唔紧转来，恁兜厝输了，我讲你敲着鬼，因为阮兜离迄个溪里种个，啊，里种个离小路只要3-4公里样子啊，恁兜后生阮兜咧厝输了，我都无爱信，伊讲，你无爱信，你听我麦，伊讲叫我注意听我电话听我麦，我听轻轻恐恐，诶，所以遐真正土石流呢。我听一个弟弟讲，我爸爸因呢，你有肯去甲抓出来无？伊讲有啦，咱已经甲抓出来，安尼啦，吼，土石流。我伫咧想，啊，我知影，原来阮兜的土石流，因为阮兜的历史无甲阮讲，阮的祖先无甲阮讲，阮这个土地较早捌土石流，没有历史，所以我就唔知有在伫遐。啊，唔好讲在这边古史料吼，我来讲吼，迄楼内都原来一头伫咧，你甲阮厝离阮厝无公尺。啊！若搁落来，阮厝在倒啊！迄土石流，迄是足恐怖呢。哦，恁讲阮厝无公交，先停伫啊！啊，我迄个土石流了的时，我转去吼，刷的时，我转去看，哦，玉神哦，阮厝的后面，迄种石头堆啦，哦，石头堆都恁家阮的厝啊，都无可能落来。我想讲，古早时代，阮的厝后面吼，就是拢石鼓楼，恁讲石鼓楼吼。较早我问阮爸爸，我讲，啊，谁人有这石鼓楼？阮爸爸来讲。嗯，啊，迄个古早时代兵器就兵器石，安那兵器石是迄个较早安尼啊，做古早几万年之前吼，迄溶血无，啊溶血的时就是我那土石流，啊都石头干涩安尼加落来安尼啊，吼啊甲造山运动引起的吼，伊讲迄是真正的古早历史，啊迄蛮熟悉，嘿。啊，结果诶是呢，阮到迄土石流拢是伫一两百年来嘛。石鼓楼伊啥来土石流？伊迄阵啊，做到伫咱断层带嘛，吼，迄阵飞山断层带，啊，即摇摇吼，爱土拢松松，啊，即块关山吼，就安撸落来，吼撸落来，啊，即撸来半山，撸来半山诶时吼，我听爸讲已经撸第三摆，头一摆伫关山，啊，搁撸来半山，啊，半山搁撸来较平。啊！你若愈来时阵，我无带伫南部啊，我带伫北部。我爸吼，伊若边路就去咧看，咦、欸？哦，啊，佫一爿佫愈来，吼、哦，爱看觅，可能无啥个啊。结果第四摆，怎愈到阮厝内啊？对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即摆我要讲一个历史，是讲阮的祖先也捌伊，吼、哦。他们如果懂得文字，因是毋是讲把这文记录落来？啊，明早甲阮经过嘛，遮较早有图书了哦，你爱知影你无带遮，带遮有危险无？但是因都无安尼甲伊经过啊，啊伊安尼讲，啊较早白婆仔嘛都袂毋捌伊，对无？伊个来我拢甲伊经过嘛，毋知影。不然咱白婆仔的祖先是迄当时土石流的，毋是我阿嬷的时土石流啊，所以我就毋知这历史啊。哦，啊到这边了的时候，哦，啊安尼阿伯我知影，我连讲话要立一个石碑，伊也用纸写的吼，有人写会去废掉的吼，纸的吼。啊！我来甲立一个石碑，讲即搭较早古早是条土石流，我的子孙啊看到，伊就会感觉，就会该方便的时阵搬走去啊。
哦，莫等下后一边拖住你个心哦，庇护，一拖住来足恐怖呀！我扛都扛袂啊，即扛袂了，你人个尸体根本就碎，去一楼，去一楼，去啊乱了了个，哦，所以这是历史的重要。咱爱了解咱过去的历史，咱是安怎来的？咱有一个记录，有一个清楚的记录。咱的子孙有咱的历史，有咱的文化了，因为啊，才有法度伫精神上、精神上，才有法度联合起来，才会疼惜这个土地。哦，所以咱甲中国人无共款的，因为这是咱家己只世世代代的生活所在。中国人，哦，咱即摆讲1946年以后来的。遮拢中国人，因为这毋是个土地啊，因当然未讲足用心来做，啊嘛未对这个土地移民啊对伊足好个，吼、哦，这为啥物呢？等下咱拢看会到，吼、哦，这过去历史吼，来看卖。以前外来种族来拢先屠杀啦，啊，屠杀就是甲你遮超人吼拢先杀害，吼、哦，就古早以来拢达每一边拢同款，所以这个屠杀个结果吼，咱较早都咧无文化，因为原住民，咱敢若原住民都无。不是讲无文化，咱无把咱个文化去好好啊保留嘛，较早就毋捌去吼。啊，所以即款每一个外族若来就甲你屠杀，所以咱台湾永远就是咱个文化足弱个。所以咱即摆姓别人个姓，吼、哦，摕别人个姓来做咱个姓，啊，摕认别人个祖先来做咱个祖先，啊，人别人无把你当作是家己个人，啊，咱甲别人当作咱个祖先，所以这一直不会清楚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这个过去个历史啊，每一次都是屠杀。对中国人消灭中国贫富族哈，啊，因为我相信咱可能拢有一下经验啦吼。咱若讲啊，你来当民政府啦哈，啊伊，因就讲啊天，伊就讲啊上官拢共款啦，哦，啊天正他来拢讲啦吼，拢爱做啥好食，有无？即句话无？有无？啊，咱拢足认做嘞，咱足认份嘞。我妈妈，伊自细汉拢共教，做人就爱变。啊，做家都爱切，哦，我拢甲当啥，当作圣旨呢。我自细汉哦，我拢，我会记迄当阵，吼、哦，台湾当时咧流行大家乐的时阵，家家户户拢就是咧签，啊，我就相信我妈妈一句话。所以人阿爹咧伫外面，你讲的迄签几号几号啊，我拢伫工厂内底啊做事做事咧。我相信啊，做都有一天咱就会好个。啊，结果吼、哦，我感觉已经60年啊，我无感觉做好个。所以不是做到会好个吼，不是吼，哦，爱了解吼。啊，所以台湾人拢就是讲爱做啦，啊，爱做啊，才有通食，啊，拢为着食，啊，就来做，所以拢无闲来思考，咱要咱来管理咱的家园，啊，无法度了解咱的祖先是哪来，啊，咱要来建立过国家，所以咱原住民伫日本来台湾的进程，毋捌建立过国家。刚曾经有一个大肚王国，迄嘛是伊。台中这个彰化哦，这附近有建一个大陆王国俩，但是迄是真正国家哦。伫迄个时阵，伫西洋哦，像荷兰、西班牙人，伊伫迄个时阵开始咧建立国家的同时，咱台湾的民族因为在台湾生活真啊，真不是讲幸福，真有通食。迄当初干了卤仔肉了完，梅花鹿哦有无？迄个卤仔手特别济哦，卤仔了完，所以咱迄当初咧变卤仔做也好，也是高山做也好。逐工就是出草，哎、欸，出去都有收入，啊，迄出去都拢有法做些野事，咱掠来。所以对食吼，对食无迄个，但是因为清朝来，清朝以后吼，啊，台湾就开始吼有叫因这统治了，统治了的时候，啊，就迄个较无好食，较无好食呢，大家拢讲主张爱做，哦，我自细汉拢做认真做过咧吼。啊，台湾讲，哎、欸，我对政治无兴趣哦。一开始人甲咱讲是咱讲对政治无兴趣对无？但是咱对政治无兴趣，政治对咱有兴趣啊对无？哎、欸，你甲看即摆中国人是用政治来管，吼、哦，咱即摆讲流亡政府啦，吼、哦，我有时仔嘛讲中国人可能大个，伊即摆上初几班尔，哎，感觉讲吼，中国人感觉真奇怪吼、哦，但是我讲流亡政府安尼啦吼，伊即摆讲对咱来去甲咱的朋友讲吼，我的朋友吼，讲高级知识分子。哦，啊，有公务员，啊，我若要甲讲政治，伊毋是讲政治啦，我若讲台面政府啦，无讲政治啦，因为我著对政治无兴趣。啊，我安尼只会当过就好啊，吼、哦，拢是安尼啦。所以台湾这种心，台湾人这种心理，所以叫中国人掠着，即个心理，台湾人
惊死，爱做官，哦，拢放尿，尿骚袂做鬼安尼，所以来了死死安尼，所以拢从来不惊，从来都不怕我们，哦，包括阿扁啊，惊哦，抓伊关起来，抓伊连敌，伊拢唔惊咱台湾人反，有人敢讲哦？无啥，啊，若中国人诶，今仔日若中国人抓起来，你也知影，因中国人是，因咧叫帮派，因叫主公。主公对吧？我主公向命，我等于跟你拼。啊，咱当然无主公，所以吼，所以咱会叫，会叫惯了先的啦吼，哎。所以台湾人在日台中吼不以为耻啦吼，因为被移民教育吼，因为家己中国人啦，所以袂尴尬吼，袂感觉是贼啦吼，来卖台亲中啊些这种一块的吼，因为他们也是家己拢是一定人汉人吼，啊这闽南人。哦，啊，即个客家人啊，拢是都来自中国嘛，两岸一家亲嘛，哦，拢是家，所以咱没有自己的族群，没有自己的国家意识，哦。好，后尾甲大家小证明个啦吼，即个咱个台湾甲即个讲日本吼个即个关系，因为咱过去咱无一个国家，啊，无一个国家就无法度甲咱保护。你今日若毋是国家，你逐对无人甲你保护。如果啦，我讲吼，有人讲，日本，咱伫电话上面讲，讲国企主来，对无吼？但是我甲你讲，今仔日你若毋是国家，任何一个国家来拢共款，拢把你当作奴隶，哦。所以你今仔若无一个国家，任何人把你当作奴隶，你永远都无法度吼，反正无法度，能融化无法超生啦吼，就是安尼吼。所以咱甲讲，日本人对1895年来，从当初开始，这个清朝，把这个台湾，这个叫做啥？叫做殖民地。殖民地就是无无主地啦，吼、哦，就是一个土地啊，有人去甲占做，吼、哦，啊，伊还佫毋是伊的国土的时阵呢，伊就割予日本嘛，啊，变做日本的一个领土。啊，日本的领土毋是来着，毋是割予伊了就变日本国，毋是，是日本人用着10年以上的时间，吼、哦。啊！把这个东部中央山脉这个高山族，把伊征服，吼、哦，征服的意思就是啊，把伊统治啦，吼、哦，臣服啦，吼、哦，臣服。啊，了的是，伊叫依照国际法，吼、哦，什么国际法？1937年开始皇民化，哦，到1937年皇民化了，吼、哦，咱台湾人开始来改变日本的文化。啊，当然，即摆我讲到这個，如果讲到特兴宫，当然嘛是甲咱输钱。啊，甲日本人来讲事情，同款无？同款啦，吼、哦，差一岁。在地心讲，伊当初是咱头讲，今仔日早，伊讲伊要反清复明啦，吼、哦，伊是海贼。啊，日本来是毋是国家？啊，日本是想要甲台湾建设做一个甲因日本内地咱叫内地拢同款的，吼、哦，甲因同款的这个叫做因的国土的国土的延伸，所以用国际化，吼、哦，用国际化。来一步一步来，所以1945年4月初，天皇依照国际法颁布诏书，实施大日本帝国宪法哦，台湾正式成为大日本帝国领土，那是为遐来啊哦，虽然只话讲你等于先讲日本是咱的祖国哦，这个意思为遮来，啊讲啊那不是日本，那不是咱祖国，咱就无哦，清朝了都无把咱变作国家啦哦，咱就无安尼啊吼，这是。迄个时阵，即一个过程吼，但是较可惜哦，即上届咱台湾个命运拢伫遮啦吼，而且拢只看会出来吼。1945年8月15日，来民主大，那卖个民主大，咱看迄当初日本伫台湾个建设，不管铁路也好，不管你当初所谓建设也好，甲即摆我看会着，拢是用上届好，包括即摆总督府，哦，总统府嘛拢用，拢也做起了上届好个即建筑，甲即摆阁无法度甲改变吼，来。在1945年，就是这个上悲哀，哦，10月25日，伊在咱讲啊，这就是台湾光复，啊，结果咱即摆看资料，即摆全世界资料看起来，啊，原来不是光复，原来是中国盟军代表，哦，伊来占领台湾，代表盟军来占领台湾，所以有迄个时阵讲做台湾光复，哦，啊，但是这个东西盟军。
好、哦，中华民国代表洪金来甲台湾降量，好、哦、来接收啦，好、哦，你降量接收安尼吼。过来，甲1940这个上啊最残忍的迄个吼，1946年开始4月12号啊开始啊，这个唔对吼，这个四月吼，这个还未改过，1月12号啦吼。1946年10月10日，哦，这个行政命令来改啊，来行政命令吼啊违反国际法，把大日本台湾人的国籍。啊，来改做中华民国国籍，吼、哦，这个是安尼，我咱的台湾人的这个国籍，从当初开始啊，变做中国籍，哈、哦。有一遍我讲要去，从我甲爸爸讲讲，咱做人的子孙吼，啊，爱安怎，爱去寻根，对无？咱叫人寻根的吼，有人去寻根无？无吗？啊，我咧寻根吼，我问我讲，啊，我来讲倒来做，我若做倒来，伊嘛无啥知，我讲足简单。我问讲，啊，我来讲为底来，啊，爱着伫另外一个所在啊吼，我行咱来遐来查户口，无查有啊。叫我去查伊户口的时候，都查到我来做。啊，我若做过去讲无啊啦，啊，要怎查户籍？无大，我就是讲查看会较像迄个啥物人，我会当查到中国去安尼吼。哦，迄个时阵啊。我是讲，咱是中国人嘛，啊，看会当查下去无？结果拢甲迄个日本过去就无啊，哦，迄就是咱较早的这个户籍啦，哦。哦，今日是最后是来甲大家吼，咧复习的，即几工咧吼，大家解一下啦吼。1945到1949这四年的中间，哦，由美国命令暂时啊占领台湾吼。1949年4月1日起呢，哦，清政府以啊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取代并占领啊，并占领啊。中华民国正式成为联邦政府，驻留在日本帝国台湾台北市。哦，咱是从这个时阵开始，1949年哈、啊、开始。但是伫这个时阵，1949年的时候，有一挂代志，其实咱今日地位，咱是足这个命运哦，足无奈，都伫迄个时阵都足唔好好诶。本来美国一直要处理台湾诶。的地位，哦，要最大呢，这个国际地位，结果就是迄当阵都韩战，韩战，啊，韩战的时候，美国就需要把伊的溃烂，哦，把伊的兵力个由韩国，啊，由韩国的时候吼，迄当阵只嘛，啊，台湾未使叫中共占领，所以伊当阵只温存蒋介石，帮助蒋介石，而且建立政权，哦，就是迄、那个，伫1951年。1951年，本来1955年是咱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嘛吼，生效啊。1951年，吼、哦，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签订，结果伫1952年都要签订的迄个东西都韩战爆发，所以美国才改变伊的态度，本来是要甲台湾要交予联合国处理，啊，来到联合国处理，今仔面都唔是安尼啦，啊，结果做拄好个都对韩战，啊，韩战，所以美国就要拍韩战嘛。哦，伊个兵力拢爱需要去韩国去，啊，台湾变怎？台湾拢叫蒋介石来管理，哦，啊，帮助蒋介石伫台湾建立这个做政权，哦，啊，所以今仔蒋介石到目前还佫伫台湾啊，伫啊管理咱个台湾。但是管理台湾，你若讲今仔是一个啊，因为毕竟外来政权嘛，啊，你若真正甲台湾人甲伊拢做平等，啊，就无要紧。但是咱知影，台湾人个地位比中国人佫差足侪。哦，我自细汉拢有这个足深的感觉，恁即摆可能唔知有，我唔知影。吼、哦，我小时候哦，你若到外省人去，人家怎么那么优秀？啊，我们怎么那么感觉上差人家很多？哦，迄当阵呢，我时常听到因呢，遐啊都中国人，啊拢会甲咱笑，哦，拢会甲咱笑，哦，这种过去一个印象的吼、哦。所以今日咱要来了解咱的台湾吼，要、哦、了解咱的台湾吼、哦，啊，咱来了解一寡历史吼。哦这个一过去，伊个即中华民国伊上伪装哦，伪装合法统治台湾哦，伪装哦，伊毋是真正合法统治台湾哦，吼、哦，伊毋是咱台湾人的政府爱去。全世界到目前，我安尼讲，讲啊清楚，全世界到目前无一个国家是别个国家来去管理，没有吼、哦。恁知影无有无？全世界，你的政府是外国人有无？啊？大哥大姐，有啊，无啦吼，我听诶，无迄种外国人来甲咱管理诶啦，吼、哦，独是台湾有外国人伫甲咱管理，安尼咱就幸福无，无
无信无可言呐、啊。哦，你我到去找水兵，我到目前我还不知道哪一个对一个政府、对一个人民的政府是用外国人去管的，都是台湾。哦，都是台湾，但是伊来台湾甲你管理的时，甲你骗，骗哪骗？咱拢是共作的，同文同种，听到无？哦，啊，咱因为讲甲同文同种，咱家己，所以咱袂去个反抗，哦，袂反抗个吼，就是安来吼。所以1991年开始呢，就操弄选举，哦，用选举来骗人啊。过去咱讲，迄、那个戒严时期，你当中无选举嘛，你当中敢有地方选举？啊，总统选举。1991年开始对吧？李登辉的时，还要开始嘛吼？操弄选举，运用巧夺住台湾人的财产，用你的钱，哦，用咱缴的税，啊来用金钱来诱使一寡移民蒙的台湾人，啊来成为假民意的投票行为，拢做假的交就对啦吼。所以咱。哈、哦，这假民意的投票行为，在美国模糊，啊，搁美国，因为伊知咱台湾人，搁做叫咱台湾人，搁无法度站起来，啊，要安怎？所以他最后模糊政策，美国其实不得已的，我无讲。美国虽然是老干，吼、哦，伊真干，但是呢，伊的这个模糊政策是不得已的，吼、哦，为什么我来讲？你知咱台湾为什么到即摆国际地位还无正常？